立刻释放，我的货都会长，但他自己出来哦，一样的平衡。你们讲了他讲的这么多的坏话，但他出来自己说不清楚，而不是把他关在那个地方那个片面的，那你自己在这边干点工作。第二个，你搜索我的后援会那个总部，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在什么样的原则，你可以哦是怎么样的法官看到怎么样证据允许你搜索我的后援会总部？如果今天就像我们看到的，总统有一个员工犯了一个什么样的法，我们可以搜索总统府吗？还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执政党的领导之下，你们无所忌惮，你们觉得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让你们认为好就可以，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要求你们对搜索的后援会总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至少把搜索断了，我就不追究。我很明显知道你们搜索其他的地方是绝对不合法。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那些地方，你们是请人家带去的，那个我就饶你们，好，我就饶了你们，你们绝对没有搜索证。在你搜索的后援会总会，你能不能公布你的搜索证，让我知道是哪个法官会这样的批评你，他要批准你们就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走进一个显然有机会挑战成功的候选人的这个总部，就这样的搜索，还是说你们？目的也不要说什么，你的目的是要来吓阻我们的这些同仁吗？你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吗？我希望基于一个那个法律人应有的职责，你们应该交代一下，在社会来评评，那个你们这样的作为是否适当？这样的话，可以。